没有想，我想一下。好你要蹲过来，蹲过来，蹲下来啦，蹲到这边，这边，前面，耶、oh no ！我要被你们指挥，等一下哦，不要哭。哎、欸，不可以这样录，这好恐怖哦。哈哈，这是很恐怖的。这照片有点奇怪哦。我是在录影，在录影啊。我在是录影。对啊。在录影啊。在拍鬼片吗？两个哦。嗯。好啊，那就许一个很。许两个很官方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会已经很多帮你许了？许了。那我许两个很官方的。别欧趴了。一个是好，第一个是希望一夜就很顺利，然后就、哎、就大家每一个剧都很顺利，不要再被砍。真是忧国忧民啊！小表演呢、欸？就所有的剧啊，所有的剧一、剧二、剧三，小表演。他开悟了。美萱呢？美萱呢 ？Everything， 好不好？耶、yeah. ！一夜，然后第二个希望。希望没有。好，希望大家天天都过得很快乐，希望眉毛都很帅。修眉毛可以自己来就好，不需要要许愿。要修眉毛。那最第三个好，第三个你就自己念一念之后就好啦。那种修眉毛用的东西，你怎么没有送那个？我被打。好。好啦，吹蜡烛。蜡。蜡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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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，蜡烛，哎，你故意的吗？你是故意不要吹熄？快点练肺活量！蜡烛没有吹熄，不代表愿望会变多。你是没吹到，吹不到，吹不到。哎，好傻！哦，你是故意的吗？吹不熄，吹不熄，你好难吹。你搞笑？你在跟俊佑说话吗？哦，所以你刚刚口气，恢复嘛，口气。你们可以帮我吹。不行，恢复了。我想问个问题，那是整人蜡烛吗？你真的故意吹不熄还是怎样？我不是。快点练肺活量啊！你是认真的吗？哎，小朋友要被砍了啦！你再不用。小表演，哎呦，有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那就帮我帮忙。那开舞呢？说了开舞呢？好，好晃哦，搞笑剧。音乐剧呢？音乐剧，快点啦，我们被全看了嘞！哇！